就是，可是你在网络上，你却你的言论这些都远远的比较大胆的。对，我觉得这是就是虚拟跟现实的不一样。没有，虚拟世界常常令很多人讲的话或者他们的思想各方面，他们都可能更加的大胆。他们两个人坐在这边还是好好的谈啊。不会啊，你看他正眼都没有看过他一眼。然后还有另外一样东西，还有另外一样东西，可能刚才你们没有发觉到，对不对？夏雪，你知道今天还要来吗？不知道。那你刚才知道他出现在现场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跟导播讲我不要拍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能这么说的，你要对自己的言语跟写作要负责的。因为我不喜欢假，我不喜欢跟我不喜欢的人要跟他讲话，还要跟他很客气这样子。已经在假了，小姐。所以我就讲我不喜欢啊。OK， 好。那你有没有什么忠告要跟他讲的？没有 ，No thanks。他宁愿用 no comment, no thanks 来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。